操作就是 A 和 D，A 和 D 是左右，然后 W 是跳，G 是射击。拿手柄玩的吗？你用键盘，他用手柄。我 WASD， 然后呢？然后 G 是射击。然后呢？啊，没了，没了啊！没有蹲跳什么的吗？没有。哦。一个特别简单的。哦，这个呀，我以为是那个是他玩的。哦，我还以为这是软行做的游戏。你开玩笑吗？哇，这游戏也很厉害，就是软行做的。我操！电动之。来吧，开始吧。然后。怎么玩的呀？嗯，进去就是了，先来一个九分。我操，这不是猫版马里奥，还是说类似于 ？No。然后你摁一下射击就可以加入到游戏里面。哎，得。你摁一下射击 B。摁下 B， 啊，不裸冲啊，不裸冲，然后选一个颜色，哎呀，变成红色的。大型程序。你们怎么跳的呀？我怎么跳不了？上啊 ，W。哦 ，W。哦。我可以问这件事吗？哦，红色吧。886。不要摁啊！哦。摁射击就没了。哦。会取消。我不告诉你。然后摁下射击就可以。哎呦！然后是打别人吗？对，会吃到不同的武器，这都是普通的。为什么我会闪呢？那个是忍者的技能，就是一个位移，然后会攻击位移进行的技能。我操，太难了。啊！我是打着了吗？被打了！我操！我在哪？你看，都因为你担心你，我都死了之后再让他射击就可以了。你掉下去会死吗？会啊，会从上面出来。分在哪？就在你出生的位置上。哦。就是上面那个紫色的是你的。哦，看来我最高。对，最高的人身上会有个圈。啊。然后我们可以一起打他。你在追吗？啊！哇，你这个还有弹跳的呢。哎，我这个好弱呀，我这个武器。还是这个牛逼。啊，对啊，是啊，随机的，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游戏，不错不错不错，熟悉了吧？好，再来一次吧。好了，然后按 G 可以重置这个读秒。哦，对。那如果不吃呢？不吃的话就没有秒。哎，我呢？摁一下 G。然后大炮的话，就是它走的比较慢，但是会射一个大炮。然后忍者是攻击半位移体以上的敌人。炸弹。哎，就一丝儿血，我要那个。你可以试试。这是谁？哎，我怎么就这么一点钱？啊，六！啊，耶！我们俩互相残杀吧。哎呀！他又要赢了，就是他。我靠！啊，要死！为什么你们俩变成一波了吧？因为我们俩缺少，我们俩都要输啊！你要打分最高的一个。啊！耶！你看这张怎么火？我觉得你这个游戏太适合我了。加秒是吗？哇！为什么呀？你可以把这游戏黑了。然后可以有单武器的模式，就是比如说你比较喜欢哪种武器，可以选这个。V 战，我喜欢这种。来，然后就大家就都是那个武器。这是地雷似的。可以。哎。啊？怎么这么多？
好，十是我的啊。好，你要紫色。嗯，好吧。你看。还可以加吗？还可以加吗？可以吧？没有手柄了，没有手柄了。啊，早知道多带一个。哎，我弄这个，这个模式不太适合我呀。还是牛蛋啊啊！你们哦，你可以自己顶你自己的牛蛋。哦，好变态啊！我靠！我觉得这像玩一个瞬间就穿过二十秒加强的。那之后会怎么样？再重发啊？他有那个复活时间是吗？没有复活时间，再按一下就会复活。你可以自己选有没有复活。就是你再按下攻击就。那如果我赢了以后我就不复活了，我岂不是无敌？不可能赢啊！就是说我的那个分已经特别高的情况下。可以啊，你不复活那就让别人涨分就行了。我怎么死的？哦，你一直发这个，就是所有的子弹都是耗血的，啊、不要一直乱发，发子弹也耗血。哦，怪不得说能刺杀呢。那如果我自己把自己杀死了，算谁的分？不算，只要没人打过你就不算。啊、哦，如果打过你就算上一个玩家。对，算最后打过你的人。你这个界定是跟罗都学的。啊，对、yeah。哎，来吧，来给年轻人一点机会。太有趣了，马上就来，他带着这四个人，哎呀，王茂佳，哎，有手柄吗？对啊，我是觉得很神奇，然后按下手机就可以出来了。然后吃饭号是有道具，这是大炮，大炮是就是直接开一炮，特别大的子弹，然后弹掉特别多，这是手榴弹，可以弹的。然后还有一个忍者，给你找一个忍者，跳不上去。啊，这个忍者就是可以这样瞬移。种子，种子。这不打我呀！那个是嬷嬷吗？啊？那个嬷？哪个？那个是嬷嬷？是第一名标姐。你还跑？啊？不是比的是，不是比的是。耶！好像比的是什么呀？啊？不是比的是。对。哎，怎么是单舞？好吧，选一个普通的。谁是谁？选一个。第一次玩谁？
想一个九分吧。是一个玩消消看的人。然后摁一下射击就可以加入。啊、你可以换一只、啊，你可以两只手一起。就是你用这只手。啊，左边是我是吗？对。射哪有射？这变了颜色是什么意思、啊？然后你吃一个，就是选一个颜色你自己喜欢的。哦。然后等一下，子弹啊，还有你自己的路径都会是这个颜色。啊，我是绿的。哎呀，完了，我又变个色儿。然后不要摁点。你红的吧。好，然后现在摁射击就可以加入游戏。然后射击就是发子弹。然后目标就是击杀别人。然后再去哪儿了？啊，你死了之后就会在你自己的复活点里面复活。然后你在自己的路径上面走的会更快，跳得更高。哦，然后一直发子弹，就发子弹是会掉血的，所以也不要一直发。啊，怪不得我没了。摁，再摁一下射击就会加入。好，不好意思。这太难了。哎呀，我又被打死了。哎呀。最高的会有一个圈来标记，真的吗？就是大家可以一起打他。是谁死的次数越大越多那什么吧？不是，是谁击杀的人越多？真的假的呀？我才不相信呢！明明是我死的最多。哎，技术第一。你别。一直发子弹会掉血的，所以要在合适的时候发。真的是这样拼吗？我招人了。四要赢。自己滚啊！完了，顺着好，输了吗？我刚刚一直在扫地，玩哪个？完全没有懂什么意思。就是去打别人就行了。绿的，你绿的，还有这个绿的，就是上去跳。其实完全没有搞懂怎么操作。哎，我看完这种设计，是不是还有一个人可以加入？啊，对，但是没有手柄了。就其实可以四个手柄一起玩，但是没有那么多手柄。那个陈俊手里攥一个什么东西啊？他那个没有线，他那个没有线的，我需要有线的手柄。然后这个是带武器的，就是不同的武器效果会不一样。像你现在用的是大炮，就是会炸一个特别大的范围。我打。啊！你们这样把我干掉了。漂亮了。
这么快？哎呀呀呀呀！哎呦，好了！啊！你看谁先啊？鸡现在分最高，打鸡啊，鸡要赢啊！哪有鸡？我打的最后都不知道你俩谁是谁吧？你看就知道了。干嘛？啊！那个吃着点，哎呀，好吧。哎呀，我差一点点就赢了。哎呀，我是第一吗？是啊。我要橙子。我一旦要百度的，然后跑过来。对，那个你就是自选，你擅长的那个。不考题直接申请不也是会员吗？弹幕，弹幕啊，弹幕啊！但我都乱认的，全认错了，我也认变蛋。这红的呀！我的天！哈哈哈哈哈！已经消失在茫茫人海，哎，我又死了。没有帮手，我就是个死定了的命了。自杀了？你是不是还没死过呀？你有两分啊，我死了两次至少。那个吃的，那个下面那个什么？哪个？哪个？就这个点。啊，这个是忍者攻击瞬移路径上的敌人，就打不好。你跟你介绍吧。根本没有。没有说有。没有啊，那你还不知道他们拿的呀？他们没拿。你也跟我说有，当然就没有。这个骗子，他就是骗子。咦，跑哪去了？我又死掉了。哎，死啊死的，我也就是。我觉得你到时候可以，你跟鸡跟李凯。跳过耶，突然想起来这个玩儿啥东西了。我也想玩，我也想玩，我也想玩，我也想玩。你看你们能不能打我这个？我跟你站在一个平台上。哎，把我打死了！啊啊！我的天哪！竟然二连杀了你！哎呦！你这个操作有点快。你自己的炮，你干嘛躲那么快？你这样可以杀人吗？可以啊，就是，对对对，就是瞬移的过程中。哦。好像我并没有杀到什么菜。卡了吗？没有啊。
真的要打无限啊。嗯。